宫スーパーで買い物するぞ。大家早安，装啊，我是鹿角，我是达。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自我介绍，我想说开头下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现在疫情有点严重的关系，我们两个就有点怕会买不到物资，或者是泡面那些东西都卖光了，所以想说现在去熊本的大超市来采购一下。那大超市的话，我们两个就想说去一下业务超市，因为我跟文达只去过东京的一家业务超市，那个业务超市就很小一间。然后我们两个上网查之后，发现熊本的业务超市非常大一间呢，而且好像是2018年才刚开幕的。业务超市卖的东西就是种类非常的丰富，然后又非常便宜。加上我最近有在做菜嘛，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说，要补货的话，不如去业务超市去买多一点这样。然后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日本的业务超市长什么样子。今天天气也是超好的，真的希望疫情可以快点稳定，赶快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去玩。就業務スーパーに向かってます。業務スーパーに向かってます。噔噔，我们开车开了30几分钟、40几分钟，终于到了业务超市。因为你看不到它的名字耶，我站远一点。就是这个业务超市，它上面有写一般的お客様大歓迎。一般来说，业务超市都是给那些做餐饮业的人一次来买一大堆食材的地方，但是日本的业务超市呢，都是可以给一般的客人来买东西的。立川の1回しか行ったことないから楽しいのね。ねえ、前何買ったっけ？あ、ネギクレパイ買ったね。結局ネギクレパイ買った。日本的业务超市买到葱抓饼，所以我只要来业务超市都会买。这次也要买一大堆葱抓饼带回去早上吃，因为我们今天要买很多东西，所以要拿这个篮子。这里的业务超市超大间的，跟利川那家完全不一样。何買った？冷凍食品とかカップラーメンとか先に買うんじゃない？これ美味しそう。バリオカ醤油とんかつラーメン。バリオカの意味知ってる？知らない。超いい。バリはすごく。カはいいの意味だから。这里泡面种类好多哦，这个一杯泡面只要88日元，好便宜哦。あれ、俺がよく朝食べるよ。买一些很方便做的东西，也买一袋热炒面。192円が178円になって安くなってる。あ、ここ業務スーパー20周年だからね。すごいね、でも全部売り切れ。全部卖光光。今天人超多，可能因为今天是礼拜六，人就非常的多。这个绿茶一瓶只要26日元，这边更夸张，就是因为业务超市满20周年，然后这个乌龙茶跟绿茶一瓶只要20日元，好便宜哦。啊，文章现在都在喝那个能量饮料，这个也很便宜耶。どっちが安い？こっちの方が安いからこっちにしよう。安さで選ぶんだ。还有我很喜欢的乳酸菌饮料，这里只要卖88元，如果在一般的便利商店的话，可能要卖到150、160。买一瓶这个。噔噔哦，还有午后红茶，他们出了柠檬茶，这里竟然只要74，这个在一般超商买超贵的，这个我也很爱喝，这个也买。待ってるじゃん。でかいの買おうよ。500ml で74円と、1.5L で158円。文丹好会算哦。頭使うじゃん。好讨厌哦。然后这里也有卖各式各样的饼干，也都很便宜。こういう商品一番好きなんだよね。文章自从来熊本之后，他就很喜欢吃这个九州酱油口味的洋芋片。味が濃いの、普通の醤油より。好吃。好吃哦。还有卖米汉堡哎，有生姜、猪肉，还有一般的烧肉。我上次吃这个觉得超好吃的，而且一个好便宜，才118日元。文章现在在看葱抓饼。何個買う？2個ぐらい買った。2個買おう。ほうれん草味もあるよ。食べるほうれん草味。いやいや。还有卖饺子跟烧麦，这都是30个跟30个，而且都只要198日元，超便宜的。就多买一点这种冷冻的东西，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还有卖水饺，现在连粽子都有，好扯。好酷，有很多外国的东西，应该是因为各国的料理店都有可能会来业务超市购买食材，他们这里就很多是国外进货的商品。因为コロナの影響で買えなくなる可能性高いから、水買っとこうか。やっぱ水持っとかないと。心配ですよね。接下来要买一些罐头，这个是鲑鱼，这个是有白饭就可以吃的，跟白饭拌在一起买，这个应该还不错。これ昔よく食べてた。カニのほぐし身なんだけど、サラダとかにも入れてもすごい美味しい。好酷哦，还有这种ブタのカクニ的，真的打开就会长这样，好好奇，不知道会长这样。然后我还要另外买一个是味噌味的沙巴，这个我也很喜欢吃，我都去 7-Eleven 买。还有烤鸡肉串的罐头哎。普通に美味しいの。食べたことない。しかもほら見て、ここら辺全部売り切れてるよ。これだけしかな。
好酷哦，日本的罐头真的好酷，好想看长怎样。焼肉牛。哦，美味しそう。角煮よりこっちにしよう。闻到他放弃那个不当的角煮，拿这个烧肉的。こっちの方が安い。还有卖很多甜点，像这个布丁啊，布丁也好便宜，一个只要98日元。这个是说你可以用这个做橘子果冻，然后旁边呢，这个是卖一瓶，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里面的液体做 cheese 蛋糕。哇，ちくわの磯辺焼きある。しかも4割引き。文章最爱吃这个。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副奖零食不用，我们现在不用买零食。好啦，给你买。这里真的卖好多东西哦，还有这种小小的蛋，只要128日元，好便宜哦。里面有6颗。楽しいね、見るだけでね。ね。料理家になった気分。我们看到感觉很好吃的咖喱，这个是鹿儿岛黑猪的咖喱，熊本有名的阿卡吉云的牛咖喱，佐贺的黑毛和牛咖喱，而且好便宜哦，一个只要198日元。然后这里还有卖通北的泡面，其实一般来说这通北的话，在便利商店都要卖到160日元，这里只卖128，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来业务超市买一大堆再回去，比较划算。文章很心动，想要买那个。これ一個買おうか。嗯，食べてみたいね。我们两个买满了整整两箱。5000円ぐらいいったんじゃない？而且这里卖冰啊，除了这种拆开一个一个卖的，也有这种一次卖一盒的，像这个里面就有5个。在业务超市这样买就很划算。然后这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这个咖喱咖喱坤，我自己觉得还好啦，可是日本人都吃过。然后这是苏打水口味的。こういうのが業務スーパーって感じよね。ね。あ、行くな。あ、行かねえかな、意外と。安いね。意外と5500円ぐらい。这个是我们两个买的发票，好长哦！而且我们买这么多，只要6293日元，可以安いかな？安いでしょ。こんな買ってよほら。对。じゃね。あ、見て綺麗。嗯。飛行機雲。哇，好漂亮哦！放大给大家看。綺麗だね。因为那个业务超市里面还有卖食物以外的东西，就是连洗衣机那些都有卖，所以我跟文章想说，我们先把买好的东西放到车子里面，然后再去逛业务超市里面其他部分。そのまま行けるのはびっくりしたね。あと返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けどね。哇，我们买好多哦，我们全部装完放在车子里面了。俺たち泥棒みたいな。ポファンサイ。哇，すごい綺麗な夕日。对，还有面包店。どれ？本当だ。こんなでかくて100円。好便宜哦。CP值好高。哇，你中文好好哦。那我们两个现在来到了业务超市的杂货区。いや、俺こういうの見るの好き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なんか生活の品質がなんかすごい上がる気がする。这个超市也有卖全身镜，可是好瘦，还是我们家的那个好，在伊德利买的。可是其实这里整个也都很像尼托里。喂，尼托里。这是用来套在这个工具前面的，这厂商也太可爱了吧，还做成这样子。天哪，这里业务超市竟然还有卖鱼，好夸张哦。呀吼。然后我们家马桶上面都会放个焚香的东西，那个焚香的东西除了有焚香的效果之外，还有抗菌的效果，就它马桶里面不会发霉。一直都是文章负责买的，因为他比较会挑。然后还有文章都会买这个，可是他说这个很危险，所以他都不让我碰。これもあのパイプとか洗うやつ、これも結構危ないけど、これちゃんと使えばすごい綺麗になる。然后日本到现在还是买不到口罩，全部都是空的。然后文章版有的口罩也没了，所以他现在用我爸爸之前给我的，这里还有写 Made in 台湾。文章其实一开始超级抗拒戴这个粉红色的口罩，可是因为现在真的没了，所以他只能逼自己戴了。ルちゃんとペアだったら別にペアルックでいいかなと思うけど、一人だと無理。没关系，文章我还有黄色的可以用。买完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还都是白天，现在已经整个是晚上了。自由って書いてある。哦，本当だ。那里有钱汤哎，あるかも。いっぱい生活用品も食品もあったね。その中でやっぱり食品いっぱい買えたのが良かった。安くてね、あんだけ買って6600円ぐらいでしょ。飲み物、あと缶詰も、これなんか家に出れなくても上手なようなものばっかり買ったからね。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么大间的业务超市，然后发现里面真的卖好多东西哦，而且又很便宜。只是我们两个这次的目的就是要买一些，为了预防到时候可能疫情真的扩张的太夸张，买不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缺少那个最低限度的东西，就是水啊、罐头什么的。希望疫情可以慢慢稳定，不要再有这么多状况了。但真的觉得台湾很厉害，在台湾大家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现在日本真的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じゃあ帰りましょうか。嗯，帰ろう。当当。回家。回家啦。回家啦。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普通に美味しいよね。めっちゃこれいい買い物したと思ってるよ。わーん、バイバイ。バイバイ。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